这里就是新牛市居，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，这个两边的房子都没了，就剩下一个门。新牛市居，门里面成了池塘了，拦起来，这过不去了。这前面还有一个菱格新居，这原先不知道是个一期的。好，全废掉了。这边是新牛市居，这边是菱格新居，成了养鸡场了。哇，好臭！看看，平和北路45号。现在房子都倒掉了，地上都是蜗牛，后面是种菜的。旧房子都倒掉了，还是几十